一笑，惊动时间的线条，月色里露出千年一角，天涯外长廊浮现，我在余光中仿佛看见我们在哪儿。也曾像一朵花开，相遇在光阴流上的戏外，也曾痛在不对啊，哪里不对啊？秦灵峰怎么会有紫藤树呢？你的关注点才不对好吗？说书不得锦上添花吗？浪漫，懂不懂？不是，这根本不是重点。那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我当年熬了多少鱼汤，我才能留在三月身边。所以你光等着没用，想要哄回纪云河呢，你就得动手了。怎么动手？你得学会一门逗他欢喜的拿手绝活。实在要想学我呢，把自己炖汤也行。哎，你这就没意思了啊！好好说。哎，老实说，我也想不出什么秘诀。当年我在琼林峰当山大王的时候，哎呀，那叫一个吃香的喝辣的，每到晚上就来精神。漫山遍野都是我的欢场，可是三月不一样啊，晨早卯时他就起来练功，晚上亥时必然休息。嗯，亥时啊，老鼠都还没出动呢，你让我这小山猫怎么活？还有，他先前背上受过伤，睡觉受不得凉，而我呢，一身的皮毛受不了半点热。可是你看我现在，不但能替他暖床，还养成了晨起昏息的好习惯。因为这样，三月会开心啊。只要喜欢的人对你笑，那胜过世间最美的花。哎，洛洛，你托我来这里干嘛呀？我找了黎叔来帮忙。你找黎叔来帮忙？啊，你放心，我们的计划我什么都没说，但黎叔说了，你们是盟友，他会帮你，而且他还说，你跟长义的关键不在于你怎么哄他，应该让他开窍，反过来哄你。总之，只要你今天晚上过来，他保证会给你一条乖乖听话的大鱼。怎么想都觉得这只猫好像不太靠谱。你傻呀？他和雪三月，他和雪三月是真情实意，自然什么招数都行得通。但我跟这条大尾巴鱼，不过就是逢场作戏，如何相提并论？哎，君河，不行了不行了，你那叫人团反病，口吐白沫，抽搐不止。啊！哎，肯定是林浩庆搞的鬼。哎，就别跟进去了。你放开我！你拦着我做什么呀？你，哎呀，我让你过来帮忙，又不是让你过来挪我。你这个大笨猫，你好聪明，好聪明的一只小蝴蝶。你过去干嘛？我本身就比你聪明，但你现在夸我也没用，别拦我啊！哎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啊！大尾巴鱼。云禾，过来一下。你这玩的又是什么花样啊？来，你之前给我沐浴，我也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回报你。一定是黎叔教你的损招，对不对？
你不用听他的。哎，但是我觉得他说的都对了，要做就要做到位嘛。我一定要跟你那天做的一模一样，只要你肯原谅我，让我做什么都行，错哪里都可以。不不不不不不用不用。来，哎哎，不要过来不要过来。入乡随俗不是吗？我应该学习你们道歉的礼仪。那不是我们的习俗。那你那天是在骗我？我没骗你。那不就行了？声音听着不对劲啊，云禾该不会被那叫人打了吧？我进去看看好不好？打什么打？人家这是开心，好着呢。放心，没事的。孤男寡女共处一夜，有何矛盾不可以解决？难道你就不希望他俩能早日成双成对？成双成对有什么好？云禾还能长尾巴？哎呦，都说南海百幻蝶聪慧通的，你啊，还真是别具一格。我就说你是万花谷最上道的人，我也觉得我特别有趣。有趣，有趣，有趣，有趣。啊，可以了，长夜，够了。是不是很开心？是不是很感动啊？长夜，其实恋人的相处方式有很多，不一定只能沐浴啊。那你喜欢什么？既然云禾的戏要骗过长夜，那自然是要逼真一些才好。这书上说了，情人之间百年修得共枕眠，想来自然是一起睡觉。你又瞎指挥什么？是吗？对，我最喜欢睡觉了，你来。我睡那边，你睡这边，闭上眼睛睡觉，我最喜欢了。好啊，你喜欢就行。哎呀，小蝴蝶啊，关键时刻你还可以啊。不是不是，你没有听见他们里面没声音了吗？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他们睡了？哎呀，我刚夸完你又犯傻。我们已经水到渠成，功德圆满。走了走了走了，回去。哎，你要走你自己走，我要在这儿等云禾。那你自己在这儿守着啊，我可回去陪三月了。没想到我堂堂万花谷护法，竟然被一条鱼弄得这么狼狈。长夜，这么快就睡着了？你这条鱼长得真好看。哎，你到底在傻笑什么呀？还想着季云禾和鲛人的麻烦事啊？哎，我跟你说，那条鱼看着呆，其实一点就透。我说他举一反三都不为过。多管闲事。三月，你一向独来独往，这次好不容易有了盟友，我当然得费点心思啊。对了，三月，今日天寒，你背上的伤估计又发作了，我为你取暖好吗？嗯，来。我来。
鱼抱着水能暖和吗？你说什么？纪云和在禁训期间数次偷入思过窟？是，而且祭护法似乎与鲛人举止亲密。为何现在才报？这，我也是之前无意间看到的，看得不是特别真切，所以不敢禀报少谷主。但隐瞒不报，心中又一直难安，这才想请你拿个主意。干什么？不是说我睡这边，你睡那边吗？怎么？你怎么这么疼？你昨晚干什么了？你也把自己煮了？我看你很冷，所以我……你用自己的灵力帮我取暖？你疯了？你们鲛人喜寒畏热，你这样，你不怕疼吗？我怕你疼。我看你睡着的时候非常痛苦，在海里只有受过苦的鱼才会那样，所以我想让你睡得好一些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你说过的，我们是恋人，而且你对我非常好，你好我就很开心。哎，云禾，你终于出来了！你跟那个呆头鱼怎么样了？你跟他睡了一晚上，他也没有答应你啊？啊，怎么了？回去再说。少谷主，你现在相信了吧？纪云和与鲛人之间恐怕不清白，还有雪三月在禁训期间多次寻思放纪云和入内，只怕早已勾结。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结党是一回事，私通帝仙是另一回事。他对鲛人或许只是怀柔之计罢了。自鲛人入谷以来的种种，你还觉得只是怀柔吗？他毕竟是我万花谷的护法，只言片语不足为凭。少谷主思虑周全，可是感情一时，女子往往比男子更清楚。思雨所思所虑皆为少谷主，
请少谷主相信思雨这一次，如果有问，思雨愿以命相陪。洛洛，你下次能不能不要再乱出主意了？我什么时候乱出主意了？不是睡得挺暖和的吗？季云和，你不对劲啊！你该不会是反被那鲛人说服，要跟他去海里吧？其实小的时候，我一直都害怕睡觉，每次林苍兰发动寒霜之后，再疼、再冷、再累，我都不敢熟睡，我怕眼睛一闭上，就再也睁不开了。可是昨天晚上，我真的睡得很踏实。如果我真的让大尾巴鱼断尾，他会不会再也不原谅我？季云河，你到底怎么了？自从遇上他之后，你就变得犹犹豫豫的。你该不会是真的喜欢上他了吧？逃跑之际，哪有什么别的心思？好吧。这万花谷中，怕是又有什么事。我有预感，只要林浩清在，绝对没好事。请说，谷主尚在闭关，有何急事召大家前来啊？事发突然，我不得不带谷主行事。诸位长老可记得万花谷中最重的戒律是哪一条？自然是禁御灵师与地仙相恋。不错，御灵师所收仙士都是从地仙中选拔。可少谷主收到密报，说有御灵师与仙士秘密相恋。谷主平日心慈，至骨宽仁，但没想到有人竟犯下这般大错。也许是有人无事生非，混淆视听呢。事关万花谷清誉，谁敢以此造谣？那也说不准啊。若是有人嫉妒别人的功劳，特意陷害诬告，非要搅得大家不得安宁，那也是居心叵测。万花谷不会污蔑任何人。此镜名为情人剑，是专门鉴定此事的宝物，取御灵师与仙士的血滴在上面，若一方对另一方有情，血便会主动相濡。今日请诸位长老来，也是做个见证，看看是谁竟犯下此等大错。祭护法是我辈中第一尊位，还请祭护法第一个开始。青初大人，祭护法和他的仙士洛锦桑情同姐妹，就算要验心，也不该是和他吧？我竟不知护法还有别的仙士。仙士倒是没有，不过他正训育的不是一个绝色鲛人吗？鲛人？那鲛人可是顺德仙姬钦点的仙士，觊觎仙姬的仙士可是罪上加罪啊。原来目的在这儿啊！少谷主为了赢我，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不过让这么多长老还有御灵师相陪，这阵仗是不是闹得有点大呀？兄长是为了师妹的清誉着想。季护法，用事实封众人之口，对你也是有益的。不过目前鲛人关在思过窟，多有不便，先验其余人，验完再去思过窟。哎呀，你们可真是吵死了！我当初看万花谷是处福地，还好吃好喝的伺候着，这才想着屈尊前来。没想到你们一个个这么麻烦，那我可就不奉陪了。站住！青树大人，少谷主受伤了。青树大人，
跑京怕是撑不住了，还望今日暂停，明日继续查验。此人就交于我，定会重罚。九一少谷主左言。你方才是故意挡下黎叔那一击的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不担心自己明日将宴，这般关心他人现世，莫非你笃定明日之宴，他和雪三月能宴出些什么？原来黎叔是在掩护雪统领，难怪之前雪统领这般偏袒护法，原来是护法手中早有他的把柄。有什么事你就冲着我来，何必要牵连无辜？对付你的招数随后就来，还请师妹安心等着。我等你。少谷主，就算我们抓住雪三月和黎叔，也验不出纪云河呀。我看他确实不像是担心自己的样子。定他罪责的方式不止眼前一种，替我去个地方。怎么样，找到没有？别着急，啊，这情人剑只对动情之人有用，该紧张的应该是黎叔和雪三月，你紧张什么呀？你跟那条鱼，不会有点什么吧？瞎想什么呢你？赶紧看书去，明日就是公开试验了，怎么说我跟雪师姐也是同门一场，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但是那个情人剑是上古至宝，根本就没有瞒过他的方法。那就毁了他。你说什么？夜半大殿警备松懈，纪云河愿不愿意随我去闯一闯？哎，我们家云河不愿意啊，万一要是被逮住了，那岂不就坐实了罪名吗？而且我们又……所谓同盟就是应该休戚与共。再说你担心的那件事，只有情人剑毁了才能一了百了，我连林苍兰都不怕，我还怕他儿子不成？雪统领，少谷主知道你们主仆情深，一定会来搭救，所以特命我在此等候相告。黎叔另在他处，但一切安好。少谷主让你带的话不止这些吧？你应当知道，少谷主的目的只是为了赢过纪云河。你和你的先世如何，并不是他所在意的。雪统领既然愿意与人结盟，为何不选择一个对你更有利的盟友？他想如何？今夜让纪云河毁了情人节，如此方可救黎叔一命。与虎谋皮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为了黎叔，雪统领还有别的选择吗？你们最好信守承诺。青书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属下深夜巡视，见纪护法在立风堂附近行踪诡秘，才传信于少谷主，同时跟着纪护法进了立风堂，想看看他究竟要做什么。青书大人，浩清也收到密报，说纪云河今夜想销毁情人剑，与雪统领所报不谋而合。
这才斗胆请大人一同前来，只是迟了一步，可惜了这情人剑。青树大人，季云和明云守卫损毁情人剑，无论他是否与人有染，都应该先关入思过窟，等候谷主出关处置。季护法，你身为御灵师，竟知错犯错。青树大人，你们说我毁坏情人剑，那这是什么？司仪说我迷云守卫，其实我也是担心有人会毁坏宝物，所以才过来看看，却没想到一到门口便发现守卫已经被迷，情急之下才进入内殿查看，幸好这情人剑完好无损。青树大人，季云和诡计多端，说不定他早就做好了准备。思雨，全谷上上下下除了谷主之外，上都尊称我一声护法，你一个小小的仙士竟对我疾言厉色。不过我大人有大量，不跟你计较。既然大家都这么关心我与鲛人有染一事，别等明日了，今日便用情人剑剑明结果。去取鲛人的血。是。如何？现在能证明我的清白了吧？薛三月，是不是你帮了他？你不管黎叔的死活了？青树大人，薛三月与他的先世黎叔相恋，与季云和狼狈为奸，此事定是他们二人合谋设局。万花谷的规矩，何时崩坏到任由一条疯狗乱咬人了？青树大人，白天您主持茶宴，黎叔突然闹事，您就不觉得可疑吗？雪统领，既然大家都已经到齐了，不妨你也验验。曲小星，兄长，你命人悄悄将黎叔送往别处，我也便命人悄悄跟了过去，如何？没让你失望吧？哎，大家够热闹的啊！雪统领，一定是假的，一定是季云和调包了。什么话都被你说完了，是真是假，你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。你不也是仙师吗？行了，既然误会已经解除，就到此为止。青树大人，浩清行事莽撞，烦扰了各位，甘愿受罚。动静闹得这么大，怎么到兄长这里就到此为止了？把司仪带走。等等，你不是也想知道这情人剑的真假吗？少谷主说要查验全谷，唯独自己的仙事不验，岂不是有失公允？不要，少谷主。
语，竟对少谷主心生妄想。景和，站住！先是私语，炼主，诬告，伤人，数罪并罚。先行押入思过窟，择日按骨规行刑，灭其元神。少谷主血液未动，虽未动心，却有失察之罪，当禁足。老君之法。你们带我来这儿做什么？要想活命，就安静些。青书大人，你跟随少谷主多年，替他挡了不少生死劫难，也算是有些功劳。方才在众人面前，我必须重罚你。这几日你需受些刑罚，待谷主出关，我会劝他留你一条活路，流放谷外。大人不杀我，有些情愫不可宣之于口，却未必是错。他日离谷忘情，或许尚有活路，我就只能帮你到这儿。押他走吧。大人，少谷主身边不可无人，要对付景云鹤，他需要我。我求求大人，让思雨留下。别把自己看得太高。其实你没那么重，趁动情未深，赶紧抽身，否则就来不及了。带他走。属下思雨，拜见少谷主。先是昭雪，层层不易，你一路拼到此刻，为了什么？三百年前灵蛇窟，少谷主救过思雨一命。我不需要你报恩。您曾对我说过，要好好活下去。您与我一条性命，我还您一世效忠，还望少谷主成全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的先师。从今日起，少谷主就是思雨的方向。此生无他，唯愿少谷主得偿所愿。该去受刑了，走吧。
兄长身为少谷主，禁足只需要做做样子便可，何必要这么为难自己？赏罚分明，谷中才不会有所非议。也是，兄长可是志在谷主之位的鸿鹄，与我这样的闲散之人自然是不同的。听闻兄长想要当面向我致歉，我觉得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了吧。雪三月假意与我合作，实则将全部计划告诉你，掩护你打碎调包了情人剑，对吗？兄长这么说，可是有何证据？我确实没有证据，我就是好奇你到底许给他什么允诺，才把他拉回到你身边。你若不想我再去找青书，就让我说个明白。雪三月若是这么容易背信弃义之人，那他一开始便不会成为我的盟友。从头到尾，他从未成为你们那边的人。是林浩清让我来的，今晚林浩清会请青书大人去大殿抓你。雪师姐本可与林浩清合作，为何最后还是决定要来帮我？我喜欢的人，绝不能成为任何人的筹码。敢碰他的人，都要付出代价。好，这个忙我帮定了。找到了，我找到伪造的方法了，有好戏看了。等等，你不是也想知道这情人剑的真假吗？所以你验自己验雪三月都用了赝品，唯独对付思雨用了真正的情人剑，所有人心都为己所用，果然是你，够狠。有句话劳烦兄长记得，害人终害己。你在怕什么？既然你心中毫无畏惧，与鲛人之间清清白白，为何燕自己也用了赝品？莫非你与鲛人之间并非单纯的公心利欲？我不知道兄长在说什么。屈云和，我说过小心玩火自焚。出事了，思雨逃狱了。好有防范，你竟然带了雄黄。困兽一搏，不得不防。我本是觉得你可怜，如今看来只有可怜。我死也要替少谷主除了你。连相伴的仙士都下得了手，看来我离谷的这些日子，我们这位少谷主又心狠手辣了一些。我是越来越看不透这个林浩清了，他心思太多，我看着
远不及你的长意单纯。雪师姐还是关心你的黎叔吧，这趟折腾他应该受了不少罪。这次多谢。我们的合作不只是利益关系了。谢礼，剩下的情人剑，黎叔说也许可以换点零食。这是黎叔让你给我的。不想要？别啊，苍蝇再小也是肉嘛。既然你心中毫无畏惧，与鲛人之间清清白白，为何燕自己也用了赝品？莫非你与鲛人之间并非单纯的公心利欲？君和，林浩卿问的没错，为什么你不敢用情人剑来验一验自己？难道你真的对长义动了心？你自己难道也不知道答案吗？这情人剑验出来的到底会是什么结果？眼前沧海的一滴。